看了一个 Monkey J Part 2，不死勇猛的 Monkey J 最后竟然抱个孩子在那说话，你敢想象吗？这家米其林一星虽然说还行吧，但是觉得档次太低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换了一家。走，经过投票一致表决，就这家了。虽然还没看菜单的价格，然后挑了半天，外表最好看的那家是个喝酒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决定继续挑。